肯定是維多利亞，你有冇搞撚錯啊？時鐘酒店，維多利亞等於時鐘酒店啊！對於我哋嚟講，我哋嗰啲年代，哇！呢個係 SM 房嚟喎，正啊！爆房去爆就試得多啦，由細到大，幫人執翻乾淨佢就真係第一次啊！我聞到好多精啊，嗰啲液體味嘅其實。爆炸糖啊！跟住你哋會點樣再去睇個房嘅評分咧？睇有冇 condom。82年開始嘅呢一間賓館，我哋兩個加埋都未必夠。哎，屌！我要 ，I have to confess， 對唔住啊，聖地牙哥，因為其實我去聖地牙哥仲多過維多利亞嘅，我好對唔住聖地牙哥。